水也要钱，电也要钱，还要缴电话手机费。妈妈，我的学费不要钱。哪有这么好的事？因为有五岁幼儿免学费的政策呢。那私立幼儿园也有补助吗？念公立免学费，念私立补助15000元。哇，太好了！年所得70万元以下家庭另有加额补助呢。要去哪里办呢？幼儿园就可以帮你办。快乐向前去。